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纵郑元畅。真的不敢相信，我们合作的《恶作剧之吻》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哇！哎，不过你几乎都没变呢。有啦，我们都变得更成熟了，而且我觉得依晨变得更漂亮。你要不要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？太美了！谢谢。这部戏对我们两个来说，真的都是非常有意义，而且非常重要的。嗯，这部戏让我们让亚洲不同地方的观众所认识。是，不过大家知道《恶作剧之吻》跟金钟奖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知道。嗯，《恶作剧之吻》跟金钟奖没有关系。哪没有？但《恶作剧之吻》的第二季《恶作剧二吻》就是第43届金钟奖戏剧节目最佳女主角林依晨，而且依晨是首位以偶像剧获得此奖项的女演员。谢谢谢谢，这需要很多人的帮忙和成就。但是我跟你讲，《恶作剧之吻》真的跟金钟奖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说，上届时候还有这届的时候，徐伟宁，哎，他是《恶作剧之吻》里面的子瑜。然后还有，你还好吗？心情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相亲心情怎么样？任何一个人得我都开心。我们是不断纠缠的量子。